参加教会崇拜，欢迎你来教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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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欢迎你来教会，欢迎你来教会，欢迎你来教会，欢迎你来教会。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如何呀？乖乖羊，你过得好吗？我过得很好。哇，前两天天气还不错，我们去外面走一走，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去好好的晒晒太阳，享受一下这个春天的好时光。坏坏牛怎么还没来呀？你们要不要叫叫他，看他有没有在附近，可以赶快出现呢？坏坏牛，你再不来我们要开始咯。他还没出现，那我们就开始吧。小朋友们，丁怎么了？你好。我听说这个星期要来讲一个故事。是啊，我每个礼拜都讲故事啊，这礼拜故事怎么了？他说要讲亚当跟夏娃。是，那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的忧虑呢？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们有讲过吗？坏坏牛说他没有听过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小朋友们你们有听过吗？有朋友你有听过吗？我相信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我会怕怕。哦，没有听过你就会怕怕呀？对啊。不用害怕的，圣经里面的故事都是在讲天父的爱哦，所以不用担心。哦，可是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考试吗？我怕我考不过啊。不会，考不过，我们跟你讲，你就知道啦。OK， 很好考试的。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吗？我们说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我们把我们全部的圣经读过一遍，对吧？哦，上礼拜我们就 对我们讲了创世纪，但是创世纪还没有结束哦。上礼拜讲到了上帝的创造，创造了所有的动物，然后植物，对，还有太阳啊、星星、月亮这些东西。哦，对哦。造完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知道上帝造了谁吗？上帝造了我，造了牛牛哎。对，他是先造你跟羊羊。对，还有羊羊哎。对了，哎，乖乖羊，上帝先造我们哎。小朋友，我先来的。真的哎，你们先的。到了第六天，上帝就造了亚当跟夏娃。那是什么动物啊？动物是人，他先造了亚当。哦哦，好，我们是讲到这边，我们先请你帮我们切个影片，我们回来再讨论，好不好？哦，好耶，麻烦你啊， 你先，我先来的。On the sixth day of creation, God made people.God said, "Let us make man in our own image.
They will rule over the whole earth and all the creatures on the earth. So God created both male and female people in his image. God took dust from the ground and made a body. God breathed into the man, and the man became alive. God planted a garden in the land of Eden and put the man there. God told the man to work in the garden and take care of it. God provided food from the trees for the man to eat, and God provided a river to water the garden. Then God said, "You may eat from any of the trees in the garden, except for one." The garden had a tree in it calle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God warned the man, "If you eat from that tree, you will die." Then God said, "It is not good for man to be alone." So God decided to make a helper for the man. God brought to the man the animals he had created, and the man gave names to all of the creatures. But none of the animals was a good helper for the man. Oh. So God made the man fall into a deep sleep. He took one of the man's ribs and created a woman. When the man saw the woman, he was very happy. "This one, at last," he said, "is bone of my bone and flesh of my flesh." The woman was a perfect helper for the man. She was his wife. The man's name was Adam, and his wife's name was Eve. God gave Adam and Eve good things. He put them in charge of the animals and provided everything they needed. God looked at everything he made, and it was very good. So on the seventh day of creation, God rested from his work. God created people in his own image and provides for everything he made. People are special because God made people to live forever in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Through his son, Jesus, we can have eternal life with God just as he planned.老师，什么？看来亚当跟夏娃好像比较重要啊。哦，好像比你厉害，对不对？啊，对啊。哦 ，OK。那时候你还爱我吗？那当然咯，那不然为什么要造你呢？好吧。刚刚的影片里面，你会比较喜欢亚当还是比较喜欢我啊？哎呦，刚刚影片里面，上帝先用尘土造了亚当，对吧？接着有个很重要的动作，上帝他怎么了？老师，那我是什么土做的？你就上帝说出来就有了。哦，对 ，OK， 说要牛，然后就有一只牛出现。那我要想一想啊，好难啊这个问题。OK， 上帝呢造了亚当之后呢，用尘土做了他的身体啊，然后就吹了一口气。对了。然后亚当就会讲话，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就跟上帝一样了。小朋友们，很重要的是，我们人呢，很跟动物们不一样哦。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跟夏娃，造了我们人，所以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创造力，跟上帝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感受，我们会伤心，会开心，我们会知道分辨对错，这都是因为我们跟上帝一样哦。小朋友，听起来你很厉害耶。虽然你比较早出现，但是不是我们比较厉害？哎，对哦，哦，难怪老师要教我故事哦。是，是吧，乖乖呀？对，那看来我们要多听故事啊。对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照着上帝照着他的形象，照了亚当跟夏娃，所以我们跟动物是不一样的。我们非常的尊贵，因为我们跟上帝一样，是吧？OK， 小朋友就好像你们会画画，你们会学习，你们会动手做东西，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力，就好像上帝一样。哦，小朋友，你们好厉害啊。嗯哼 ，OK， 好啦，这是今天的故事啊。一样，这个礼拜还是会有一些可以让你们写画画的东西，有一个是可以，你们可以画自己，你可以想想，大家都说我长得像谁。你可以把自己画下来，然后还有一些活动你可以做一做。所以我每个星期都有东西可以画画写写吗？老师，是的。哦，太棒了。啊，乖乖啊，我们一起去画画吧。等一下，
今天还有一首歌，我们就请你帮我们在我们再唱一首歌吧。好，麻烦你啦。哦，又是一条好棒的歌啊，对的，老师！不停的提醒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嗯，也当然，但还有歌里面也讲到了，因为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可以拥有永生。哦，对哦，好棒哦！好啦，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哦，我们一起来祷告。
还有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照着您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关系我们是如此的尊贵，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想象力、聪明智慧，但我们更求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知道这是你造这个世界、造我们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荣耀你的名。谢谢耶稣，谢谢天父，这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赶快求后话了，小朋友，拜拜。拜拜。